准备了很多，不能跟大家一一道来。在最后教大家，在人生当中要交四种朋友。一种朋友是很慈悲你的朋友，经常很慈悲你，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鼓励你，帮助你。第二种朋友一生正气，有正能量，他在你难过伤心的时候他陪伴你，他开解你，让你想通想明白。为你领路的朋友那是第三种，他愿意无私地把过去的经验告诉你，走过泥泞和坎坷，同甘共苦。第四种好朋友是会批评你的朋友，时刻他提醒你监督你，不希望你的人生走偏走歪，走得艰难曲折。有这样的朋友，你的人生将充满着希望。这些朋友不在很远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佛友啊。漫漫人生路，交到何种朋友，他就能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和你的前途和命运啊。在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佛友就会伸出慈悲的手来帮助你呀。想一想，我们老了，靠得住孩子吗？靠得住自己父母亲吗？我们靠的是谁？靠的是全世界的佛友啊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，等到我们有难的时候，他们八方支援。这就叫无私的奉献。佛法能够转变你的人生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呐。好好的珍惜人生，你才会在人间重获新生啊！谢谢大家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让我看到了希望啊！你们就是传承佛法的希望，这个世界有了你们了，台长放心，观世音菩萨和你们都会放心啊！好好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让佛法在这个世界上弘扬，让莲花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开放啊。